公司上能够再多帮忙加一把劲，希望呢能够把这个风水预算真的这个不必要的支出呢拿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次现在立法院里面，我们可以说在选前承诺废核的政党已经占大多数了。如果选前承诺废核政党已经在立法院席次在大多数了，但是还是不能对于核四风能预算能够有所动摇的话，那我们讲，我们在这边十多年来，我们每年都在挡核四预算，难道挡假的吗？我们就希望能够民进党党团能够好好的能够正视这件事情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请妈妈监督核电联盟的徐光荣教授。崔秘书长，各位环保团体的朋友，各位记者女士先生，大家好。其实我们我想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认为核四封存的预算应该被删除，我想这点是没有质疑的。那其实去年开始就已经开始编这个核四封存的预算，那大家回去看的时候呢，就会发现去年在核四预算封存预算通过的时候，其实是有个弹书的。这个弹书呢，要求台电公司要做了一些短期、中长期的计划承诺之后才能做，但是呢，其实我们去看它的这些短中程的计划，其实完全都没有，完全都没有。譬如说，林口火力电厂一号跟大林火力电厂一号要如期的运转，那如期是什么时候呢？应该是今年的1月1号跟今年的7月1号，大家看到有没有？没有。那假如当初的这些所谓即使是短程的计划都没有做到的话，核四的原来封存预算其实本来就不应该让它过了，应该有一些具体的所谓的核四的这个封存的这个替代发电的方案，好，替代的这个方案要确实的落实才能过，但是去年已经让它过了，所以我认为去年的承诺都没有做到，今年就根本就不能再考虑让它过了。好，跟各位报告到这里，谢谢。